联鸿集团遵从客户至上，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使业务稳健发展，达到客户与公司共创双赢。本公司专办项目为桃园机场空运快递与台北港海运提供货物承揽与报关。联鸿集团长期深受客户信赖，优质专业清关及线上作业查询，24小时专线服务。公司竞争力在于熟悉通关流程、24小时应变服务以及高效率的团队合作。空运快递109年约360吨，这两年因疫情关系有明显下降，下降比例约 15%。 海运快递109年每月700至800吨左右，今年因航空运费略涨，海运货量因此受惠，成长比例约 20%。海运承揽运送业、航空货运承揽业、报关业、人力派遣业、国际贸易业、化妆品批发业。联鸿集团期望培育优秀人才，使公司多元化发展，与国际客户接轨，达到拓展营运版图。绝对尊重客户权益，严格遵守法律规定。